咱再来看一下吼，所谓的特征一般，第一班啦吼，一级的就对啦，就是班啊变矮；二级的，就是即卖咧班的吼，咱来看一下。来，特征二班引发质疑，知情人士说，检察总长黄世明领军的特征二班，此次侦办林立事案，在侦讯的过程中，频频向律师们强调，向律师强调哦，他们是特征二班和特征一班不同，不会政治办案。所以特征二班跟林立事的律师他们讲说，我们是特征二班，不是特征一班，不会政治办案。我一直觉得奇怪，检察官为什么要跟律师讲这个东西？如果我心如秤，我心如平，像天平一样，告诉你不必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啊。那为什么要强调？是不是特征二班认为特征一班办阿扁都是政治考量，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不会政治考量？你放心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第一个，我们要质疑特征组，特征组，请你们要赶快说清楚，是不是有这种考量？第二个，那我们在质疑，如果说当时特征一班办阿扁的确是政治考量，那今天马英九你要站出来讲，咱的检察机关是这个样子，你如何对人民司法的信任度予以真正的做一个厘清跟补偿？过来，这点阁一个足趣味的代志。如果特征二班说我们不会像特征一班的这样子的政治考量，可是我们来看后面这一段，也因此特征二班面对外界诸多质疑，仍坚持不约谈与吴门中通电话的副总统吴敦义的小姨子郝英娇，或约谈为陈启祥向高雄市环保局说相的高雄市议长许坤元，与中钢高层博有渊源的吴敦义前秘书长孙祥英等啊，前秘书孙祥英等相关人士，以了解这些人和林立士的连结为何？这究竟是特征二班画地自限，还是坚持司法分际？外界评价恐怕不是特征组说了算吧。换句话讲，我要跟大家讲，最近有一个足趣味的一个社会案件，讲趣味也悲哀啦吼。我本来讲趣味，我爱为趣味两字收回来，讲我看足悲哀，甚至有人干嘛讲猪狗不如，就是有一个妈妈在因家过身，竟然死一礼拜，伊囝讲唔知影。后来今仔日发觉讲，原来是这一礼拜因妈妈的胃内底拢空的，就是无甲饲，因妈妈是破病的。所以要杀人，一定要拿刀拿枪吗？不要吧。像他妈妈生病没有办法行动，不给你饭吃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死了，这就犯了杀人罪，这个叫做消极的杀人罪。所以要不要来讲哦？特征组如果政治考量可以用力的办，也可以因为政治考量而不办。所以如果特征组不办吴敦义啊，不是不办吴敦义，对不起，我说不，这个。不约谈吴敦义的秘书啦，不约谈啦许坤元啦，不约谈中钢的高层啦，应该这样讲才对。如果不约谈这些人，约谈是一种政治考量，譬如说，哎，约谈陈水扁啊，办陈水扁，这是特征一般的政治考量，积极的作为。那特征二班有没有因为消极的不作为，那故意不去约谈这些人？难道这就不是政治考量吗？我想我讲的这些所谓的积极、消极、消极的杀人罪。不做违犯，特征组，恁拢读法律嘞？我讲的恁拢听有，无甲一句听无。咱的观众无定了，有人汹涌的听无，但你思考一下，你就知影。我特别往迄个哩，所以我讲，难道这都不是政治考量吗？我咧怀疑这呢，妹妹。确实哈，我想这个特征一般跟特征班其实安尼啊，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啦哈、嗯。特征一般，你看办阿扁。哇，上天啊，这个陆地啊，什么都办，什么都问啊，积极的办，积极的办，这是政治考量。而且走到哪边哈、嗯，办到哪边哦，侦查泄露公开到哪边，对不对？特征二组，特征二班共哎，刚好特征一班是政治考量，对，所以人家要积极的政，所以人家要矫枉就要过正呐、啊。所以哦，就是说哈，我不只是只锁定林义士，而且就只有他一个。林先宝马尾龙啊，我这哎，这起消极的不办，难道就不是特政治考量吗？哎呀，这个还要再讲清楚哦。所以嘛，没有怀疑哦。就是因为特征一般，真的让我们看到太多政治性了，所以特征跟办公会不讲啊，我就是非常的谨守本分，我只办林义士，我其他都不问。吴门仲也较简单哦，就按我们刚刚前一趴有讲到，林义士乔姐裸赚几多？
二十几粒，二十粒，其他500万。吴门中介绍一个就1000万哦、喔。嗯，奇怪呢吼，郭人才介绍一个1000万，你拢刷了遐空的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哈、喔？林义士为了洗钱用美金的，用转借的。请问一下，吴门中这些人为什么要用美金？有美金吗？要有美金吗？为什么在南投需要用美金吗？没有道理嘛。特侦组，你应该要办，应该给个清楚嘛。嗯，吴敦义的事情，这里面一周刊讲的清清楚楚啊。陈启祥的录音带，把关键的有关于吴门中吴敦义的部分全部删掉。特侦组，你如果有心，要不要把它还原起来？要不要问？要不要问？他有说在还原，哎，我带两个刀，他有要还原，哎，不能够冤枉特侦组，事关吴副总统的清誉哦，副总统的清誉也应该跟皇后的贞操一样伟大、啊。特侦组，你不还给皇后的贞操一个清白，特侦组该当何罪啊？许兄啊，啊，这所谓的政治考量，咱头发留的嘛知。要杀人可以积极的杀人，也可以消极的杀人、啊、但是通通是杀人啊！跟他讲，妈妈歪崩我家，阿妈妈夭死啊！你看，可是咱记者会咱看出一点，就是讲，咱特侦二班证实了一件事情，你特侦一班全部在政治性办案，大家可以记得呗。阿边啊，遐过去遐尼那侪案的时，一直查有足侪案，你讲到最高，还是阁判无罪？哎、欸，你感觉我有时啊，你感觉讲伊一个案办了了，伊无一直上诉袂使？嘿，你啊看，当初民进党在执政的时。政党一个轮替，国民党开始对阿扁迄块对杀的时，你讲哎呦，这机密外交一定内底拢总有弊案，查查查查查，查到尾啊，人先扣入来了，到尾嘛是共判无罪。国王才告嘛，讲内底一定有物件，一定有。嘿，过去咧办案特侦，咧办案时会当无限上纲，即摆特侦二班你安尼讲好，民众相信你。但是你特侦案二班改咧办的时阵，就像伊昨天即摆写来讲，那你到底有没有画地自限？有政治版二特侦二班有政治版案无？你家己讲无，你自己讲不算数。你到底是不是画地自限？就简单，不管你有读法律无读法律啦。民众其实法律讲的是一个人讲法感尔，经验法则尔。就因为你拄仔开始讲的讲，因为好英交传一个，实在是会当厘清案件嘛。中钢高层甲传一个，至少做一个动作，民众怀疑讲，恁想的拢总有可能。我来替大家做动作，万不能出题面，还在做动作，你开玩笑对吧？至少这跟着是一个经验法则、哦，除非你要求这个检察官要求特侦组讲，你办家，咱讲叫你特侦组去办公，迄带哩啊，遐路边遐一个钓鱼啊，遐下底遐一个鱼翁啊，足大个，无得到内底有唱裸钻，人讲你笑，没有任何事证啊。但是水池啊唱钱啊，水光唱裸钻，水王你嘛想够想啊。重点是有蛛丝马迹照出来，还有合理的可疑的时候，你查一个啊，好钓传一个好音交，不过分。嘿，来小蛋小蛋小蛋，水王我来讲，咱有一个 VCR 哈，这个有关。吴敦义要撇吴门中的这个 VCR， 好，那来看一下，看来怎么讲。来来来来，导播，咱 VCR 摆上来。我要抱抱。吴敦义和机器人爱的抱抱，动作逗趣，还能测身体状况。只不过心跳1分钟100下，比起正常人似乎快了不少。哎，健康，有健康100分，100分的。所以这个旁人赶紧打圆场，吴敦义紧张心跳快，不知跟周刊爆料有没有关系？因为周刊报道，2010年陈启祥曾试图找上吴敦义南投庄脚吴门中，想透过关系找吴敦义夫妇协助处理中钢炉渣生意。2012，陈启祥再找吴门中要传话吴敦义，希望林义士能高抬贵手，不要拿8300万。这说法跟吴敦义不熟，似乎有落差。副总统，吴门中有找你瞧林义士的事吗？有没有接洽上？吴敦义不答，周刊还质疑特侦组的查案进度。因为根据了解，收了陈启祥1000万的吴门中夫妇，还有林义士庄脚郭仁才，陈启祥接受侦讯时曾说不认识，刻意避重就轻，有意保护人脉跟金流，这一点特侦组也没追查，难不成有意画地自限？特侦组不应该用这种切香肠的方式，也不要用挤牙膏的方式，应该尽速，该办到哪里就办到哪里，不应该。这个局限办案的范围，也不应该局限涉案的范围。绿委质疑林义士案特侦组早就设下停损点，办案有没有政治力介入？特侦组的查案结果，全民关注。三立新闻报道，徐永豪台北报道。哎，俊明，你看安怎？咱看吴敦义吼，对这个案件吼，实在是自从安尼，伊讲已经结束了哈，主战场已经结束的阵吼，伊就一直老神在在啦。嗯，这是特侦组的悲哀啦。啊，因为案。办到倒位吼，咱看办拿甲办力吼，差实在是有够侪啦。嗯嗯。诶，顶礼拜我伫遮的阵吼，我曾经报告。嗯。咱看全世界吼，咱卖看像拢看咱亚洲国家吼，大个国家办安怎办总统，对无？吼、嗯，
艾斯特拉特拉达的时候，嘿，啊，甲印尼的总统也好啦，吼，啊，所有的亚洲的国家办的时候，包括韩国啊三四个总统，因咧办案的时间，坦白讲，对总统虽然向起诉的金款嘛，不值得尊重啊，啊，通常。每一个总统叫人来关，拢无超过一年就放出来，对不？啊，通常拢是特色啦。咱即摆阁回想来看日本的首相，日本的首相的阵叫人起诉吼，一直叫人下台迄阵田中角荣有着洛克希德案。对，伊下台的阵吼，1972年就职，然后1976年的阵吼，为着这件案件，1975年的阵吼，为着这件案件的阵啊，伊下台大概做两年外尔尔，伊就下台。下台的阵，因的地检署甲起诉到正式甲抓，是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呢。嗯。但是咱看卖阿扁啊去用起诉到抓的阵，只下任就随抓。嗯。啊破案看偌紧。嗯。田中角荣伊是伫死去了后两年，伊那就是1993年啊、过往，过往了那就1995年的阵吼，因才甲田中角荣定案了最高。法院才给伊定案咯，拖得要20年，伊就已经过案啊。但是日本伊就是司法，就是归司法。咱看日本的司法是安尼在对待因的首相，咱看咱台湾的特勤组，看台湾的司法是安怎对待哦，咱的总统。为什么会安尼？人特征二班就跟你讲啊，讲讲你特征二班和特征一般不同，因为他们不会有政治考量。然后换句话讲，特征一般版阿扁的政治考量，特征二般不小心泄露国家机密就讲出来啊！你觉得安尼足清楚啊嘛？所以吼，咱希望讲伊正讲是无爱政治版啊，吼，那是讲这20页罗转，伊那是讲要办较清楚，讲啊单客上的案要办了清楚，阿娇。您特征阿班赶紧去调门，我相信安尼才会凭大众之口。袂使问的，来问落去，落差袂啊！开玩笑，那万不然突起代志就大条，袂啦，袂使问的。特征主任，当听郭俊明讲吼，你就卖问，你就卖问安尼吼。来，咱休息后阶段继续。